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哈。那今天是3月30号，礼拜一。好，台股今天受到美股礼拜六凌晨收跌影响，跳空下开。那在这附近，护盘基金做一个所谓的拉伸，它拉加权啊，拉所谓的全指的台积电，好撑住，应该是说撑住，还有期指的跟随部分，所以整场都在平板下做震荡。好，本来是跌280几点，但是尾盘是收跌69点。好，那今天呢？这个问题就来了哈。现在有很多，现在全市场都知道，所有投顾老师99.999%都全部做多，只有郭先生一个做空。很多在 LINE 上面族群投资朋友就跟我讲，老师，现在全市场只剩下你一个做空，你看空。虽然你第一波的空单，好是空在最高点，然后事先预告给各位，那你说还要再跌，很多人都不相信。我跟各位讲啊，郭先生是凭着良心在做事，而且我有经验有技术，我都跟各位讲还会再跌，还会再跌。过年前讲的时候没人相信，那跌下去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。那现在弹升上1000多点，我说后面还有大段，也有很多人不相信。对啊，这正常啊。第一，我宁愿救投资朋友，我被做多的投资朋友唾弃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救到人就好。因为事实上，它是一定会跌。为什么会跌？我跟各位讲，这有经验跟技术。技术上，扣高转折，月线扣高转折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台积电的部分。那我跟各位讲哈，今天大盘跌69点。我问各位，台积电为什么今天续跌5.5块？5.5块。那我之前在台积电的时候，我上来有没有跟各位讲277到285？有没有？这个高点是我讲的哦，这低点我有算给各位哦。我再提醒各位一次。你做股票，你台积电都不懂，你跟他做什么？好 ，OK， 他有还原全值哈，还原全值的一个说部分。我一直跟各位讲277，你不要碰，你不要碰。我早也讲，晚也讲，到285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这里的，因为有时候不小心让你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277到285。那277到285，很多投资人就讲了啊，老师为什么这样子看？我说台积电，我老早就知道了。今天大盘，它又是凶手，啊，不是护盘基金在护它吗？但是重点在护盘基金护它的时候，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卖压。很多人说，老师你之前可以算到台积电哈，来。347最高到346。好，我有没有讲？我有没有讲？我讲得很清楚哦。然后弹升上来是不是跟各位讲277？对不对？277，那这300是不会来了。好，那今天续跌一样，它的卖压不断。那为什么卖压不断？今天有一两个投资朋友问我，老师他想买台积电。安全台积电已经从340几跌到260几，很可怜的。他想要买，因为很少看到台积电这么低的一个所谓价格。那我在节目上，我之前都不愿意讲。注意听啊，郭先生是真正基本分析的高手。我为什么之前不讲？我故意的，我的会员我会讲。好，台积电有一个最大外资持股。是一家中东的主权基金。中东主权基金，它是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所谓的富豪、这些产油国家所募集的一个所谓创投公司，叫做中东主权基金。那因为在中东这个地方，他们没有高科技，他们有的是油，有的是钱，所以他们想要投资高科技，所以他们看准台积电，你知道吗？台积电单一的最大股东
几乎就是中东主权基金。那你说，老师，你讲中东主权基金跟台积电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当油价开始下跌的时候，油价从一桶70几块跌到20块的时候，那这些中东主权基金这些产油国，完了，是啊，资金缺口出现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开始赔钱了，因为现在的油价的开采成本，他们比较高。那20块的话，得卖一桶赔一桶，甚至卖不出去，所以他们有资金缺口，他们就开始脑筋动到台积电，所以台积电会一直卖，一直卖，一直卖。我讲这样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原来老师这么多投顾老师，只有你一个在讲，你现在讲，我很厉害的。所以只要油价在低档，中东主权基金会卖台积电，一直卖。懂吗？这样你懂了吗？你做股票连台积电都不懂，你跟着做什么股票？郭先生厉不厉害？要不要鼓鼓掌？要不要？你看看遍所有的投顾节目，所有的解析，大盘的，我一针见血。为什么台积电会这样？中通主权基金卖，因为要救油价，中东的这。产油大国要救油价，必须要卖台积电来填补他们的资金缺口。你现在终于懂了，油价暴跌，台积电跟着跌，是这个问题。那台积电会跌，大盘会涨，那才有鬼嘞。那台积电会不会再跌？会不会？重点，我知道这个原因理由以外，我还会算。我已经跟各位讲台积电会到哪里了哈，卖光我不讲哦。第一波这高点我算出来，对不对？下来这边会做一个所谓的支撑，以后反弹上来是让你卖的。我还跟各位讲277到多少？277到285，上礼拜有最高286。所以我上礼拜就开始空股票，对不对？开始空股票，今天大盘跌，但是涨了，它也是跌啊。来看一下，国巨今天呢拉升上来，从低点拉升上来，人家还在卖，对不对？玉金光还是跌6.5块，那玉金光我怎么跟各位讲的？612跟投资朋友谈的。西特哥你家跌下来这里啊，我说我在这里空，客气哦，空空空空，对不对？补一下空，补一下，这里继续空。我是不是在上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跟各位讲，那你要怎么去抓？就很简单嘛，扣高转折的戏啊。这里我就知道隔天扣高转折，你来到这里就不用客气，可以 K 它。我是今天讲的吗？不是哦。再做一次纪要给你看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弹升上来，这弹升上来，大像头白灵西卡，你是要哪过节啊？来，再教各位看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前面的大量 KD 在哪里？这个前面的大量 KD 这一根437次大量它的一个时候高点451，对不对？那你先过了437再说，没有过嘛？啊，这是不是一个大像头白灵西卡？看好不好？大盘今天呢红 K 棒啊！啊，他今天呢？他是指标股，也没有涨上来啊。最后板人家还在卖，2327，国巨500块的时候跟各位讲，来看一下，2327，这里面跟各位讲498，然后呢，上礼拜四就知道你礼拜五扣高，
那因为他现在是现在是空单回补期，他现在是限资券，限资券我还没办法空他，但是我之前空他我有赚了，对不对？我等他开放的时候我就再继续空他。那重点是你这一波有没有躲过？这一波有没有躲过？这西天龙底家。那我跟各位讲，这里它不会是低点。玉金光，这里不会是低点。我会算啊，你又开始在讲说，老师啊，你怎么去这样子看的？我会算，还会，还懂得基本面。就比如讲，国巨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告诉你涨价概念股，全市场只有郭宪政讲涨价，那是涨假的，因为。在武汉病毒还没有全面复工的状况底下，我差你一个零件，你给我调涨一倍，我也不用买啦，因为我 wholeset 的一个所谓电子装置，这么多零件就差都缺嘛，对不对？我缺你一个、我如果缺你一个，你涨200%我都要买，我缺那么多，你涨的是话送哎、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这样子讲？有没有很多人刚才讲在涨价概念股，我直接在节目上给他啪枪，我是直接打枪。很多人说老师你好厉害哦，原来这种基本技术分析你都懂。来，再跟各位看一个东西，你该注意看，我现在在说，我现在没讲，你自己去想哦。来，这个东西，大城市封城，越南总理要做好准备，越南。我问各位，全世界的世界工厂第一大的世界工厂是哪里 ？China， 中国。第一啊，现在已经慢慢转移到哪里了？越南，因为大陆人工成本高了，开始转向越南。现在越南已经变成世界工厂了。如果越南封城，你怎么办？它关系到了，可是全世界的一些供应链哦，各行各业的供应链哦。啊，所以你注意看啊，还有再给各位看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。你不要以为郭先生跟你讲开玩笑，我拢提重点问你看，印度因疫情按下暂停键，联发科 Q2 做恐遭波及，那你想？啊，印度只是他做一个所谓封城，一个所谓暂停的一个所谓动作，为什么跟联发科有关系？有，你想说啊，老师，联发科好像没有在印度设厂呢？对，你想到了，因为但是印度的排名前十名的这些手机概念股里面，有很多是大陆的手机厂，那大陆这些手机厂几乎全部都是由联发科供应，什么红米啦、小米啦、realme 啦，对不对？还不是 oppo 啦，通通都一样 ，vivo 都一样。所以你看哦，联发科今天也是这样啊。啊，联发科我之前多少钱跟各位讲的，441，来，这是很多人有的股票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全市场都知道啊。什么时候郭宪政？看多的时候通知一下好不好？441到483，千交代万交代，这里叫你要空，我讲得很快。然后谭生上还告诉你407，这里41了，对不对？那谭生上还这里要继续叫你要卖，今天呢？一样续跌，我跟你讲，那趋势是挡不住的，趋势是挡不住的。那我在讲苹果股价吗？苹果股价，麻烦你看我，你如果是参加 LINE 或是 Telegram， 我里面都讲得一清二楚。我有把那个《工商时报》的腰稿po给各位。《工商时报》腰稿哈，只要我一po，我是应该这样讲啊。他们的总编就讲说：“请个郭老师，你快一点po，因为很多读者等着看，就跟我现在的电视，所有做多的就注意看，
啊，这郭先生什么时候翻多了？拜托他翻多，不是拜托的问题，问题是还会再跌啊。苹果，苹果股价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，会跌到哪里？我已经讲过 N 次了。台积电会跌到哪里？我已经讲过了。那讲过我没有讲原因，你今天中午知道哦，原来是中东主权基金的问题，油价在低档。油价没有大反弹之前，台积电以后嘛没弯转。那重点，我会看还会算呢、啊，这叫做经验呢、啊。郭先生已经跟各位讲了，我在股市里面三十几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我没看过。这种三十几年经验，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办得到，而且我都有特殊技术分析哦。我这都事先预算给各位的。好，所以近期很多投资人唔惊死的讲。没关系啊，老师，你说还要再跌啊？我都不信啊，没关系啊，好，没关系啊，你不信啊，随便你啊。告诉你们，爱北叫不卖光，我无阿你通知哈。来，等一下，弄一下哈。来，加权是这样，我加权已经老早跟各位讲过了。这一根，如果你是主力做手。你打死你不可能做多啦，因为在高档全部都是散户套的啦。那这一根呢，用量价关系，这里2700多也跳空下开，这一根又跳空下开2300多亿，这一根又跳空下开2700多亿，这一根又跳空下开3000亿，这一根又跳空下开2366亿。好，就弹升上来，把这些吃掉以外，那你最大量这一根。你跟他讲嘛，3000多亿，这一根这个点，低点叫9636，它是叫做初步多头空头抵抗，它的高点1017叫强烈空头抵抗，你了解吗？那弹升上来10000点不会过了，整数关卡，所以你看哦，上礼拜最高的9954，那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了？从低点上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递延1天，7天到8天，对不对？我上礼拜是不是跟各位讲正式空单进场，对不对？啊，美股嘞，礼拜六凌晨跌，今天护盘护上来没什么用，还有很多股票还是一样跌啊，是不是一样跌？这根涨。他现在因为4月6号要强制回补，我等他券单开始看嘛，我 OK 他，我都先跟你讲哦，文茂这里不会是低点，玉金光这里不会是低点，国巨这里不会是低点，那弹升上来你要站在哪里？弹升上来，你要不要卖？你不会卖的啦。很多人告诉你，清明变盘是往上，全投顾市场每个人都做多。记住我一句话哈，赢家永远是少数。第一段从高点跌下来，只有郭先生对，其他投顾老师全部挂。然后呢，弹升上来，为了安打会员，就每天做多，然后呢告诉你会 V 转，会反弹，会站上10000，站上11000。他们是在做生意啊，他们不懂啊。但是郭先生跟各位讲，后面还有一段，那一段很多人会痛不欲生，因为第二段下去那个是很恐怖的，很恐怖的，他是慢性自杀。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。那这里弹升上来，你告诉我有没有量？只有这一天哦，来，只有这一天比较大量，2300呐，弹上来1400、1500、1800、1500，上礼拜1800，今天开低走高1200，主力做手跟内行的根本不会买啦，他只会边拉边出啦，就是散户不懂啊，这是我们这些所谓高手，我们这些法人主力做手听得懂我讲的话，很多主力做手说，哎，这郭先生蛮厉害的，怎么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这叫经验啦。这叫经验呐、啊，好啦，那今天讲到这里，我在讲什么是多余的。之前，好，你现在手头上有多单来找我，请你卖在相对高档，因为后面还有一段。
好，不管你有被动元件、矽晶圆啊、瓶盖股、高价股、手机零组件的，好，然后呢卖在相对高档，好，之前我第一段都对嘛，跌第一波跌3000多点嘛，我有没有对？有哈，全投顾老师都挂，只有两个是对的。那这一波拉升上来，又是高点，又是最高点，又是我空的。我上礼拜我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未来跌下去会跌到哪里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能跟你讲了。如果你懂，你去看前面节目，我有时候有透露一下。但是这里我现在就不讲了。第二段下去，很多人会痛不欲生。还有一大段，那你手头上有的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，不然你要跟着我做。那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之前给各位很多的一个说优惠，不管什么待机投靠啦，然后多投啊、我正式翻多起算啦，还有什么在什么赠送你技术分析的，还打折，我跟你讲，通通都没有了啦，真的是这样啊！你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真的是铁下心了，没有优惠了啦，跟着我操作就是最大的优惠了，没关系啊，你自己做啊，你卖光你要不要等逃就该讲，哎，老师，我又怎么样怎么样？讲对了还我说什么？都做多了还优惠什么？不优惠了、啊，撕掉。这一大堆方案，哦、什么待机投靠啦，空军召集令啦，什么大优惠啦，全部都撕掉不要了。我就铁了心啊，要你就来，不来不来是你的事情啊。我已经下最后通牒，有手机零组件，有高价股，有新机源，有被动元件，你要卖在相对高档，然后为了跌下去还要躲过一波风险的来找我。那如果不相信的，那你转台不用回来，没关系。之前我过年就这样讲嘛，结果给我转台了，不相信我全部都挂。今天火气很大，不是大不大啦，我挂网脚也没做错，人不舒服啦，还这单位跟人袂爽，就这样，要你就来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优惠了，没有什么优惠了。注意广告同时段电话，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好，战机进跑道了，已经开始空了哈，目标已经锁定了，把握良机。你手头上有矽晶，有被动元件，有高价股，有手机零组件的，啊、哦，还有被动元件的，想要卖在相对高档来找我。未来的一段，我希望你避开。没有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就自己看着办。好、哦，今日入会直升等级，速拨023898689，023898689。待机投诚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，今日入会再送密集班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，今日入会再送密集班，一个拨打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启发投顾启动财富成长，发现幸福人生。想带家人出国旅游却难以实现，想为家人换车你却迟疑了。别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，让启发投顾协助爱家的你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。选择启发投顾，获利轻松入袋。致富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，启发投顾。待机投诚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，今日入会再送密集班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。今日入会再送密集班，一个拨打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欢迎回到现场。那之前在犹豫很多投资朋友，今天已经没什么优惠了，要你就赶快来，我带着你避开风险，还大赚钱。因为我知道做多的下场未来很凄惨，我错的机会是零。全投顾我一个人力抗群雄，
我上下左右所有的网红、投顾节目、所有的任何的传媒都是看多，都是清明节变盘晚上。我只跟各位讲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投资人都会断魂，信不信？你看不懂，我看得懂，三十几年经验，好。那想要入会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交给我就对了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